来看这题，他说上和 cos 为这方程式的两根，求 k 是多少？我常强调，只要看到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的两根，上两根之和是几？负的 a 分之 b， 所以告诉我这时候 a 是几？ 3 b 是几？ 2 c 是几？ k 上和 cos 是这个方程式的两根嘛，所以两根之和负的 a 分之 b 负的三分之二。两根之积 a 分之 c 三分之 k 行不行？只要这边是你观察一下，有没有赛加口赛？有。有没有赛程口赛？有。靠赛加口赛、赛程口赛，请你不要客气，马上把怎样平方。所以赛加口赛平方等于一加上两倍的赛程口赛，带进来负三分平四平方九分之四。等于一加上二乘三分之 k， 三分之二 k， 做去分母把它通成几？九，变四等于九加几 k？ 六 k， 移过来是几？负五，所以说 k 算出来是负的六分之五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好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。